就是年纪里找厂干啥嘛，就是和合计这个数产个啥年嘛要。我姐也打入他们内部了，跟他们在聊天。你不说你干嘛？那我只能把他应该不装。看我们村干活的人。粉丝量又大得很哦，他应该不行。哎，县里自己干的活就是路边上的这种路肩，他们在望起来这个。要不找你哪个找？我和你给十个元，给钱的。我是做你不了急啊。给我个幺八个给兜着出来，我说是，你这通粮食咋说啥的？我晚上把鱼收的就找你来的，你后家了，我在你后家收的。天来了，我们村又多了一些凄凉。今天太阳不错哦，他就弄过去了。我要回去了啊、哦！我们村里面的 CBD 商业中心只存在了20分钟就解散了，所以我们要现在回家了。今天你看太阳不错啊、哦！哇，沐浴在阳光下面真的是太美了，太舒服了。今天我们去拜上去啊！俺的叶子这么快搁着上来了吗？荷叶在哈，菜叶子有点，前头哈就是有点，不都去给切的，就是不都和什么有什么？